時候可以反。今日我其實同山翠斯或者佢啲 member 都講，其實只馬今季咧，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，其實我覺得今季只馬係好咗好多，唔係啲咩好，我覺得佢個腦係好啲出嚟啊，或者各樣嘢都係好，即係起碼我想要嘅嘢。之前就好緊張嘅只馬，同埋佢喺個 race 度好搶口嘅，大家都知道。即係舊年我記得潘頓都跑過一場，又係好當佢都係輸嘅。咁贏我哋嗰兩隻有隻叫俊業精英都好似贏咗兩場嘅。咁我其實我就覺得只馬應該呢一場即係會近咯。我都同馬主講，即係都希望佢會贏啦。結果順利贏出。咁啊，田泰安都中意上次跑完第一次，今季佢都話想再跑翻。咁所以我哋都即係繼續支持。咁啊，同埋佢又肯跑啦。咁啊，真係開心咯，即係係咯。其實谷彩利是我一路都跟馬主講這個路程我是最有信心的，因為他其實跑了幾場 的近的都是在一路馬馬地，就因為其實我都試過第二些場次第二些路程其實都起為失望，咁啊變咗，咁我都同馬主講希望可以集中翻喺，佢哋都明白，即係沙即係跑馬地係最好嘅。咁今次就可能又有檔位幫助啦，咁啊順利完成咗，咁希望佢今年，因為佢真係五歲愛爾蘭，希望佢再有進步，可以再贏啦，係。好 ，OK， 多謝曬。